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喜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开始呢，我再给您做一套新的 IT 课程啊。什么课程？大家看一下我的标题啊， Bootstrap 4来了。注意看啊，是4。我记得在两年前我做过 Bootstrap 3的视频啊，等了这么多年，4终于来了，一直是 beta 版。今天咱们终于看到了正式版啊，那么赶紧我呢做一套这个新的视频啊。咱们先看一下我的视频的概要。2018年1月28日 Bootstrap 4终于来了啊，等的粉丝们头发都白了，白了不少，我就白了几根，非常的好用。那咱们先看一看这个 Bootstrap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它呢其实是一套基于 CSS 开发的网页 UI 的框架，换句话说是写网页用的，是这个 HTML 和 CSS 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好，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 CSS 的 UI 框架都有什么，现在在这个主要的市面上啊，首先这是个 Bootstrap， 这个是极力推荐啊，最人气最火爆啊。接下来 jQuery UI， jQuery UI 呢也不错，我呢也用过一段时间，但是呢使用性应该说跟那个 Bootstrap 也差不多，但不知道为什么 jQuery UI 不火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研究一下。接下来 Boot Metro， 这个是主要是基于这个 Windows 8和10的这个 UI 风格，换句话说您写的网页，这个网页样式栏的风格想基于这个 Win8 和 Win10 的效果，那么推荐您呢使用这个框架。我呢是学习过，但是在真正的项目中呢还没有用过它。好，接下来还有这个 W3CSS， 这个我也做过一套视频，它非常非常的像 Bootstrap， 几乎是一个拷贝，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学一下，不过在国内的话好像这个框架用的不是很多。好，还有这个 Flat UI， 这个和 jQuery UI 也差不多，也是一套这个 CSS 的框架，好像在国内呢应用也不是特别的广泛。目前这个市面上流行呢大概是这么几套 CSS 的框架，当然还有很多啊，我呢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些框架当中没说的最有人气的这 Bootstrap 啊，我可以保证。好，咱们先看一下这个 Bootstrap 的官方网站啊，我来拷贝一下。其实和这个 Bootstrap 3是一个网站啊，只不过现在是更新到最新版本了。大家请看，这个就是 Bootstrap 的网站啊，然后这个呢是它的版本，最新的是4，还有这个阿尔法6，这就不看了，阿尔法版咱就不可能用了，对不对？这是它官方网站。其实有兴趣的朋友呢只要打开这个官方网页一看，大概这个怎么使用呢都能够了解到。但是我呢其实也是想基于这个官方网站的帮助和这个文档呢给大家做一套这个系列视频。如果说不愿意看英文网站的朋友呢请关注我这条视频啊。好，那咱看一下我这条视频使用的 Bootstrap 的版本，没说的啊，4.0。如果以后出 4.1 4.2 呢到时候我再说，看是不是做一个这个差分更新啊，还是做什么更新。不过目前来说呢咱们做 4.0 啊。好，咱们看一下学我这套视频所需要的所具备的基础知识啊。首先说您得需要有 HTML5 的经验，4不行，得需要5。然后呢 ,CSS 或 CSS3 的经验，这个也需要您有所了解啊，不要精通。然后呢还需要您有 Java 脚本的基础以及 jQuery 的使用经验。为什么？因为这个 Bootstrap 当中呢它提供了很多的组件，这些组件的调用就会用到 jQuery 和 JavaScript 的语法，如果您不知道这个语法的话也没有办法把这个 Bootstrap 使活使精啊，所以希望您呢能够有所了解。不过我想今后有机会的话我再做一下这个 JavaScript 和这个 jQuery 的视频啊，也请您关注。好，咱们再看一下我这套视频的开发工具啊，这个和我平时做其他的视频教学视频用的工具是完全的一样啊。首先说是这个 Visual Studio 这个 Code， 这是微软出的，这个我是极力推荐，超推荐啊。然后呢还有这个 Bracket Atom， 这个 Atom 这两个一般是用在这个苹果机下啊，因为我平时也用苹果嘛，但是现在苹果机也有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所以我呢极力推荐您不管是哪个平台都可以使用这个工具，非常的方便。关于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呢，今后我想是不是也再做一套视频给您讲解一下。为什么呢？它这里面其实有好多这个 know-how 在里面啊，怎么使用更快捷，怎么使用的编码呢能够让它自动生成，这个框架呢都有。有机会呢我再给您做一下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的视频啊。好，再看一下这个视频咱所用到的浏览器没说的 Google Chrome， 这个是极力推荐啊。咱们国内把这个 Google 给封掉，这个 Chrome 应该能下载吧，这个我不太知道啊，极力推荐。然后呢是火狐还有 IE， 现在这个微软又出了一个新的，不，这个它摒弃了这个 IE 嘛，现在又出了一个 Edge， 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推荐您使用。
好不好？好，那我再说一下我这套视频今后的计划啊，和我以前的计划是一样。我呢，每一个视频呢，只包括一个知识点，尽量控制在五分钟之内。但是今天这个视频可能有点超啊，给您讲一个知识点。因为我为什么我要说每个视频控制在五分钟甚至更短呢？因为这个人吧，他在学习，你要是看玩游戏啊，没事儿的啊。你要是学习的话呢，集中力呢也就这么三分五分钟，集中力最高。所以我呢，用您最高集中力的时间呢，专门给您讲一个知识点呢，可能对于这个吸收呢比较有好处。我是一个计划啊，这可能也是我这个做教学视频的风格啊。好，咱们再看啊，我的源代码呢完全共享没有问题啊，放到哪呢？放到开源之工的服务器，供您下载参照。然后我自己还有一个个人主页 comavideo.com， 这个呢是我现在这个网站呢是基于这个 W3CSS 做的。今后呢，我想基于这个 Bootstrap 4呢重建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和收看。好吧，这个就是我 Bootstrap 4的第一期的视频。从下期开始呢，咱们就正式进入 Bootstrap 4的学习吧。好，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